今天是2022春季巡回的第一站，广州 ，Let's go。困在这颠颠倒倒的是是颠颠倒倒的是非，怎么活才对？我在这颠颠倒倒的是是颠颠倒倒的一切，什么最？好久不见啦！我相信有很多是广州来的朋友，也有很多是特地千里迢迢来到广州看我们，非常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好耐冇见啦！哎，最近点啊？我好多住你啊！哎，你是真的会讲还是乱讲？广东人唔识讲广东话吗？就是台下大家能够在这边，然后我们能够站在台上，其实是非常不简单也不容易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今天有带绿马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刘斌。刚刚前排的有看到我滑倒吗？哦，没有，很好，很好，我就知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这趟巡回成真的。希望我们接下来都会顺顺利利。我希望今天的你们，回去之后也都有满满的热情，还有勇气一起带回去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最后一首歌，我数到四的时候，我想要看到全场的各位一起跳起来。以前巡回到了都是先看冰箱有什么啤酒，现在来了先看有什么药。行业团是有很多职业伤害的，你会酸痛啊，你演完就会酸痛了。真的，职业伤害，喝两颗再回家。